我是观光列车长的2011年哦，8月11号台北捷运双线内线松江南站哦，7:54首牌车是土星店，看我新店的 C37 型自产系列，338、337编组。土星店在松江南站，我也好久没来这边了，真的是好久没来这一站啊。如果你喜欢片，干嘛咱们多多订我们的剧场片。那个字在江八八7:55，在松江南京站拍摄，306次哦。好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